掉了四个，有现在还是可以取得领先。哦，放球有的时候是要看整场的那个过程。今天坦白讲的话，伊拉米科的目前的十三支安打的只得四分，就似乎少了一点。那昨天又对他又很好，就六支安打得六分，所以得分的效率完全不一样，差别在这个地方。以安打数来讲的话，蓝米果还维持在那个地方，但是都是分散的。现在林彦峰来关门，两好球两坏球，石头啦，失控啦，虽然飙到148公里快速球，但是是暴露两好三坏了。下一棒是叶竹轩，尽量要减少四坏球。四坏球有可能一支二垒安打平手。因为中程又打者就代表最平分嘞。刚刚我们测到148哦，林彦峰官方最快球速是147耶，刚刚已经飙了一个超快的一个，但是是坏球。哦，这个球打到棒头上面，右外野落地的安打。二垒的跑者确定落地才往三垒跑，所以并没有回来得分。因为主要还是差两分，这个不是关键分啊。关键分应该是中程佑这一分。对，哇，两好三坏打在棒头上面呢，打在棒头上面的一颗安打。合理的话，林鸿一这一分早进了。包括。这个郭彦文打的那个滚地球有机会上三垒，他没有上三垒。右外野手是职棒生涯第三场先发手，右外野的胜负人，他是比较保守的，比较不敢拼，不敢拼，没有。拼的话，你扑的话，万一没扑到，啊，最平分要掉一分，最平分到三垒啊，这些代志的多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哦，主要是中程佑这一分。现在主要是中程佑这一分，对，让他停在一垒后还可以，不要让他跑到得点圈去，因为他没有把握。有把握他会拼。对，他又不是刘富豪。或张建民。刘富豪他就拼，反正刘富豪又爱扑，对不对？那这些人不爱扑的，他就不敢拼。哇，现在一出局，一三垒有跑者，叶竹轩的打击。叶竹轩前面三打出两安打，这一个球三垒方向界外。乔胖的林鸿玉还是冲了，但要小心不要在球在界内碰到球。跑垒还是要对，有一些这种跑垒都比较不好。因为我刚刚看到他怎么跑在场内啊，他跑在界外才跑在外面。对啊，因为你在场内碰到球，你出局哎。我看起来一开始就在场外。所以他跑在场内去躲躲那个球。其实这个球，坦白讲的话，就是也不急着跑。看一下小胖，他是刻意去闪那个球，他去躲那个球，就躲到场内去了。哇，快速球飙一个在外角坏球，变成两好一坏。现在赖鸿成会不会哦，心里很忐忑？本来要一场球，没有这么容易。结果新竹的比赛变9-9了。对，要一场球没那么容易，包括9-6都会被追平。6-4也是有这个机会。好帅！这个球主审裁判判坏球，变良好球两坏球。投的不错，但是稍微出去了一点。林彦峰休息的天数是蛮够的了。休息4天，上一场也只投7颗球而已。啊，在赖鸿成，只要他的直球太直，不是速度的问题，太直，比较死，他比较没有 movement， 没有稳劲。这个球二垒手接到之后抛给游击手封杀，再送一垒 ，out， 比赛结束，再见双杀打。过去50场比赛都没有打双杀打的叶竹轩，竟然连续2场，包括昨天跟今天都打双杀打。哇，这场比赛最后的结果是新农牛队以6-4击败了蓝米狗桃园队。蓝米狗的4连胜中断，胜利投手是赖鸿成，败阵投手
再进行。